我们的任务是要活捉诺卡，以及参与这起案件的同谋，一旦他们被击毙，等于我们的任务失败。收了你这么多年情报，这回终于见着真人了。彼此彼此。你有什么想法？我现在派好线人，但是要记住，行动时间只有15分钟。这个案子很复杂。 所以我们要小心，不被当地警方发现，万一出事，身份绝对不能透露。不是说好了吗？你来这里就得配合我。你是他妈提供情报的，具体实施的是他妈我。炸！这个案子你可没有暂时回避，那我杀了他。 掩护我！我供上你。我们会以武制武，还13位中国船员一个清白。